是因为我有提到我是一个职业的花式篮球玩家，对，所以就是想带一段表演，秀一段是吧？好，可以啊，来啊，来来来来，秀一段，秀一段。我真的觉得弟弟的表演非常漂亮，非常好看。你如果在正常的比赛，这样子做，裁判就会说你走步或者什么。我觉得花球跟接球，我觉得是不一样的。你要是放在比赛当中，我觉得是不太实用的。虽然它的观赏性高，但是，真的是需要突破，靠力量，靠速度，靠弹跳，靠反应。去拿分的时候，这些东西是用不到的。真的觉得很棒，可是我觉得没有球衣，会送。不错，还是很爱篮球的哈，我们给他掌声好吗？那个雨桐，其实大家对他都是，你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了吗？你觉得？可能还会有一些心态的原因吧。然后呢，我还是会丢一些球。你为什么从来没笑过？你笑一个我看看。对啊，你要笑，大家也跟着笑。肯定不是特别好受，我因为觉得自己训练那么长时间，输给了别人，有点不是特别甘心。我想再给他一次机会，我觉得，给他一次机会啊。对，因为他输了嘛，就是他打的真的是技术很好。要不这样。给你三个球的机会，然后我防守你。喂，没有吗？挑战一下，可以啊。三个球他进一个，可以。就是我要认真防守，50%的功力就好。可以，我要认真防守，我觉得给你是机会，我觉得。好。可以。来来来来来，给赵雨桐加油！雨桐加油！雨桐。第一球。这有点抄不到球啊，抄不到球啊！罚球！艾伦态度很好，因为你有认真，代表说是非常尊重他的，对。如果我能进一个球，就让我拿到他的球衣。抬一下，抬一下。我觉得可以了，可以。OK， 进去。很开心，我希望我自己每一次都能跟老师一样，运球还需要在抗压的情况下把球控制住，跟别人打的时候不要丢球。我挺喜欢就是能够真正去挖掘一些可能以后有一番作为的，我想见证他们成长，看一个就是男孩走到男人，在你重新看回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有意义，很有趣。对，接下来四位领队再选出一对一的选手。朱老先来选一个好不好？先选一个。我想选这里。这个 Spider-Man。对， Spider-Man。对。Yo， 我叫艾夫刚，来自街头，是一名纯粹的街球手。来到这里，来到舞台，给大家带来我的 freestyle。我不知道导师会不会选我，但是请你们记住，我就是艾夫刚，街球侠。
接球侠艾佛刚啊，这人干嘛？怪搞笑的吧？我们刚开玩笑说，他说要上楼录那个录采访，然后我们说我们不用坐电梯，直接从窗户去就行了。他打球里面像穿了一套秋衣秋裤一样的。嗯。想要跟他单挑的举手。我一定要选择这个24号。好，因为我觉得艾弗森是不会输给科比的。要。啊！哇！哎，按照就是水平而言，陆冉应该是取胜的机会更大一点。他敢挑一个跟他水平差距很大的一个球员，这说明他太自信了。他穿着科比的球服，因为我觉得小个打高个，你可以说我，但你一定防不住我，因为我就是F 杠。各位领队老师好，我叫陆然，今年21岁，来自江苏南京。好，加油了。球员就位。哎呀，啊，这个节目组，我的目标当然是拼到最后。缺眼了这个，但是没想到就是有两把刷子。艾佛刚，太突然了！艾佛刚，艾佛刚，他带四个月。路人。想办法证明一下自己。想办法证明一下自己。他防守肯定还是软肋。想成为一名球员，他们太低估我了。很多人都。艾佛刚的球权。哇！哦哦哦！接球侠！接球侠！他的运球感觉很像这个球粘在他手上一样，好像真的有蜘蛛丝在上面粘住一样。持续的运球，左路，左路，哇！哎呦，这种鬼魅的出手真的是抓不到你的节奏点。他进的球特别的神奇，不可思议。他就是怪球手嘛，对不对？瞎扔瞎进，就没有办法摸到他的套路，他没有套路。不错，不错。你这种奇怪的节奏感让对手很懵啊。